梦想走过寂寞深处，依然有不变的温度。执着的心步履仓促，脚下的路飞扬尘土，爱恨和平安，他何德何能来指挥我们的部队？前线抗战，怎么运筹帷幄，怎么击溃敌人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想，也不会像是这样，什么都不做，让一个和平安来实施营救吧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觉得这是草菅人命。根据于师长的判断，和平安有可能是共产党，那么打游击战又是他们的强项。于师长明知道和平安是共产党，还让他指挥我们的部队，那我很是怀疑您对党国的忠诚。忠不忠诚是我的事儿，你要怀疑那是你的事儿。刘主任，请你自便。请您考虑好后果。哼，枪林弹雨我打了半辈子，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没打过仗的人让我考虑后果。于师长，我会把您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给重庆。你最好直接向委员长汇报，要汇报那是你的事儿，请你离开。告辞。卡雷达奇，莫奇达。这是一种把影子和时针结合用来判断方位的方法，看来我们的对手里面有精于丛林作战的专家，大概30个人左右，没有重型武器，分成了几个小队分头前进。查数值的专家没有穿军靴，他不是军人。这个人是我的。老乡们，别跑别跑，老乡们别跑，我是57师的胡文军的，就是来救你们的，走，跟我走。死了，都死了，日本鬼子就是畜生。老乡别害怕，我就是来救你们的啊，大家别说话，跟我走，快。我们不走，我们不走。大家安静，别说话。那边人，快执行命令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快，这边快，快下，快把老乡们保护在中间。奶奶的，这群鬼子什么来着？现在就看河边老弟地道灵不灵了。这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快快把他们全都找出来，快他们再开找。弟兄们，机会来了，快连我老乡走。全都跟丢了。是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的方向，只要你找到一伙人，枪声一响，周围全部都是枪声，
我们根本分辨不出敌人的方向。既然这样，就不要管别人了，就追着那个丛林专家这一队人跑，一定要把这个不穿军靴的家伙干掉。我和你们这帮日本人拼了！周四，何平安，是你。小姐，你快看，这群没有良心的王八蛋抢了家产，各自逃命去了。这沈家是要散了。何警官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来救人。专程来救小姐的？不是。这些人都听你的吗？对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不要问了，好吗？我相信你。主人，你吸烟。是啊，我都忘了，我会吸烟。刘世民，敢不敢？抽烟对身体不好。你只要抽一口，你就变成男人了。敢不敢？大街上，
世明，那朵荷花看到了吗？那一朵，给我采下来。敢不敢？敢。沈家只有两个人最疼我，一个是我娘，一个就是我大哥。前两年我娘没了，现在我大哥被共产党给杀死了，我觉得再也没有人了，没有人疼我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你不是一个人，香菱，我会陪着你。我再也不做好好先生了，我陪你，我要照顾你一辈子。反了，你简直反了天了！你呀，我这才出门几天，你就竟敢背着我私自结婚，你眼里还有祖宗，眼里还有父母吗？你呀，你呀，气死我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刘家世代书香门第，你怎么能和一个经商做买卖的女儿结婚呢？你知道她是第几个姨太太生的吗？想让他做长房媳妇儿，我告诉你，没门！你记着，你的婚姻绝不是为了你自己，而是为了咱们刘家，为了咱们刘家。一起走吧，敢不敢？这个女人没规矩，丢人！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，绝不让进刘家的门。世明啊，你可想好了，你要继续和这个女人厮混在一起，你这一辈子就完了，完了！一起走。
是的。我会等你回来，就算你回不来，我也随你去。快，快走！中国军队里有100个这样精通丛林作战的人，那将是我们的大麻烦。把他们炸出来，我要炸死，我要抓活的。我的病又犯了，恐怕不行了。爹，把这个砸了吧。哎，不，不能砸，不能砸。这奇楠沉香木，只能解一时之急，却根治不了这个病。自从我知道咱们沈家有这个遗传病，我就想法得到了一块，走南闯北，一直带着它。却始终没有用上，后来给了你大哥，可没想到他死在了共产党的枪底下。哎，现在我就是吃了他也不管用。香菱啊，爹现在身边也没有什么东西了，就把他留给你，
要好好保存他，守他。爹，守好。鬼子来了，快走吧。这群鬼子怎么总能追上咱们？咱们走。不要。小丽娜，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你娘，其次是你。你大哥魏国捐去阵亡了，刚才看见老三的，我见老四也不成。现在只有你和薛文守在我身边，薛文太小，沈家这个担子还得由你来担呢。我已经感觉到了。你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，刚才你背我的时候那两腿直发抖，如果带上我谁也走不了，如果丢下我你也做不出。你很好，一路上一直护着我的女儿，真的很好。香丽娜，要把这个佛像保存好。爹知道你恨沈家，你在沈家就如同坐大牢，可是事到如今舍你无人，这个大牢你还得接着坐下去。他是你爹我的命，也是沈家的命，你要时时刻刻把他带在身边，时时刻刻想着沈家。无论如何要记住，他就是你的紧箍咒，就是你的五指山。无论如何你要重振沈家，要把薛文抚养成人，到时候让他继承沈家的基业。你把这个佛像传给他，你就可以自由了。这一片水域就是我们的房子，你从这儿搬过去，所有的东西一目了然，看到吗？师哥，到了。主力部队已经进入唐德，我带了一个团，这边情况怎么样？恒天勇派了一个散兵大队降落在对面，拦截我们的运输船，是想搅乱我们的阵脚啊。那我现在就带人强行渡过去，击退他们。不行，强行渡过伤亡会很大，有新计划，对面有我们的人。雷大虎带队的不是他，那是谁？唐德警察何平安。师座，怎么能让一个警察带队呢？他有什么计划？把主力团的兵力在江边排开，集中所有信号弹，等待命令。这儿。爹，爹撑了这么多年，真撑不住了。香莲，爹要你发个誓，在薛文长大成人之前，你不能嫁人。如果你嫁了人，沈家就是别人的了。如果那样，我死不瞑目。发誓。好，我现在就发誓。我沈香菱对天发誓，在我弟弟薛文没有长大成人之前，我绝对不会嫁人。如果我违背誓言，我就孤独一生，不得好死。委屈你，何先生，我感觉到了，你对我女儿有意。如果你想成全这份心意呢，就帮助香菱把沈家扶持起来，把薛文抚养成人。到时候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不过你要是敢欺负我女儿，我就是做鬼也饶不了你。
别过来！别过来！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别过来！爹，列祖列宗，不孝子孙沈怀德，请罪来了！ 平安真是共产党，是与不是，现在只有信他了。报告师座，有一个人在江边就是不肯离开。什么人？是三青团主任刘世明，他说他在等人。不用管他，准备战斗。是。 说最晚6点15分，我会准时打响信号弹。这都6点14分了，老秦，再等一等。不能等了，我会准时开枪，因为我们是军人。可他是个警察，不是老秦，你这人怎么那么拧呢？你还有30秒，和平回来了。 开枪！向我他们一列兵留，老乡们都趴下，开枪！我去，兄弟，快，迅速上船登陆，抢占有利地形，消灭敌人，出发！ 这就是和平安的办法。他说，黑夜中强光照射眼睛，人的眼睛会看不清楚，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。这5分钟就是我们消灭敌人的时间。5分钟，足够了。喊，使劲的喊，喊什么呀？随便，反正他们也听不懂。使劲的喊，他们会以为有埋伏，会耽误他们争取时间。明白了，老乡们。 大人抱着孩子，让老人先走。快，大家都跟上！快！大嫂，带着孩子上船吧。我们不走，我得在这等我男人。天亮之前，大家都得过江，唐德已经回不去了。快带孩子走吧。我男人跟我说了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我们不能走，我们得在这等他。
大嫂，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我男人是何平安，他去救人了，他跟我说他会回来的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不行，我们得在这等他，我们不走。拉他们上船。等等，我来陪他们。就算你们的长官怪罪下来。 也不会怪到你们头上，去吧。是你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也是你要救平安。等着吧，他会回来的。 叫何平安，何平安，你跑不了了，你受了伤，再跑就会流血而死。干脆出来，咱们痛痛快快的战一场，怎么样？要么像个懦夫一样流血而死，要么就像个武士，出来跟我决斗。 出来吧！我不会给你时间爆炸枪口的，你逃不掉的。 这样的出血量，没人能撑过20分钟，看你还能跑多远！何平安，何平安，何平安！ 何平安，何平安，何平安。
只有这一次机会，只有这一次机会。再过十分钟，你应该是个死人了。何平安，你是一个勇士，让我帮你死得干脆些吧。何平安到底是个什么人？他呀，是个傻人、蠢人、笨人。这么说，他应该是个好人。这个世道，又傻又蠢又笨的人，一定是个好人。刘先生，看你说的，你是个好人，也是个聪明人呢。你们感情很好吧？我看得出来，你很爱他。都老夫老妻了，什么爱不爱的，只是觉得有他在身边，心里头就觉得特别踏实，哪怕遇到再大的事儿，一想到他就都能扛过去了。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心里头就会老惦记他，老担心他吃得好不好啊，穿得暖不暖啊，要是他不在身边，就会想他，想他的时候心里头挺舒服的啊，不过有的时候也会酸溜溜的，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。你看我啰里啰嗦的跟你说了这么多。哎，是啊，爱一个人就是要想着他，念着他，想着念着这心里头就舒服了，可是有时候还真有点酸溜溜的。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我还有好多话想说呢，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。你知道吗？小时候我哥当兵，他带着枪回家，那个时候我见到枪，我就想要学会开枪。我哥答应我，说要教我，可他死在了战场上，是中国人打中国人。从那以后，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话。我以为只要我不说话，我哥他就会回来。那时候我真的太傻了。后来我遇见了刘世明，我只跟他一个人说话。那时候我觉得刘世明哪儿都好，可就是不会教会我开枪。我大哥说的对，不会开枪的男人是靠不住的。跟刘世明成亲的那一天，他抛弃了我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再相信爱情，不会再完全相信任何人。我只希望有朝一日，我能够学会打枪。我要保护我自己，保护我的家人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学会开枪了。是你教我的，谢谢你。我学会了开枪，可我所有的亲人都没了，山家没了，没了。我沈湘云不求人，现在我求你，我希望你还活着，我告诉我你还活着。何平安，何平安，何平安。
和平安。唐德三青团主任刘世明，备战期间擅离职守，无视法纪，记大过处分一次，通报各省。刘主任，你这么做会影响你的政治前途的。只要你跟我们走，我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。你不明白，我要等的人还没回来。通报各省，以儆效尤。如果你好了，就交上去吧。哎，你们快看啊，那边有人飘。